这个口袋没有，这个口袋也没有，这里还有那里都没有，房间里也搜遍了，到底藏到哪里了？他不会带进浴室了吧？是不是被你吃掉了？ 是不是？糟了，快躲起来！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来？好，趁现在溜出去。 要的蚁巢那晚所有出席者的名单已经找到了。嗯，那晚的消息。蚁巢的消息，和我有关吗？嗯。秦先生，没什么，一只不懂事的野猫闯进来了。猫？不用你动手，我自己会。 那我先不打扰您办正事了。这是昨晚到现在第四次见面了。你规定了找胸针的时限，但没有规定找的方法，我这样也不算犯规。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，你所谓的方法吗？ 出去。哦。可恶，又被抓到了。这次一定。嗯。知道了，我自己走。 真不知道是低估了你的毅力，还是高估了你的智商。提出交易的是你，故意为难我的也是你。那你要更努力了。你放开！你干什么？出去，不要打扰我睡觉。你也出去。 秦彻这个诡计多端的混蛋，根本就不打算让我拿到胸针。真是爱恨交织，你死我活。与其一个人想破头，要不要听一下我们的劝告？你想说什么？想征服我们老大这种人，你要另辟蹊径。哎，有一些人是这样的，拥有了一切之后又厌倦一切，逾越阈值过高。 只有敢于挑战其权威的人，才能激起他们的兴趣。遇到这种人，要么俯首称臣，要么一招制胜，那就是，攻其不备。我们老大睡着的时候，就是他最没有防备的时候。机会只有一次，不要让自己后悔。加油！ 以后限制手铐，还有麻醉枪，馊主意，一定刚拿出来就会被杀掉的。算了，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铤而走险。秦彻。
这就叫风水轮流转，困人者终被困之。这个时候不请自来，是想要我讲睡前故事给你听吗？我当然是来找……不对，现在该搞清楚状况的人是你。这个手铐能在一小时内限制以往，就算你再厉害，现在也无计可施吧？哦，所以现在我变成了你的猎物。你想做什么呢？胸针呢？自己找。这是你说的。从一开始你就把我关在这里，逼我和你共鸣，还说我们是什么同类。这不是对待陌生人该有的态度。而是你恨我吗？或者说是厌恶？你对我的误解好像很深。这个答案对你很重要吗？是不重要，反正这场游戏我已经赢了。是不重要，反正这场游戏我已经赢了。你该不会是想反悔吧？答应你的事我不会反悔，不过游戏的意义就在于刺激。你十拿九稳的样子让我索然无味。逃跑的身手还算一流。哦，还给我！你还打算对我用这个？你太得意忘形了。我之所以留着你，是因为你还有用，而且我喜欢看猎物在我手中垂死挣扎的样子，尤其是当猎物以为自己还有逃生机会的时候。放手，我已经拿刀了。你的品味真的很土。那两个家伙果然。哼，不要乱动。这样算是通过考验了？勉强。拍卖会就要开始了，只不过在那里会发生什么，不管怎么样你都要站在我这边。哼，成交。你身上这枚胸针不要弄丢了，这是你在N109区唯一的通行证明。